我叫乌布里哈斯莫美图森，今年41岁。这里人多地少，人均七分点。如果一个家庭集中种烧麦，一年只能收获300公斤，卖不到700元。在我们这里只能吃30盘白面，根本无法生存。农民靠自己的地永远铺不了。我们刚开始农业产业化调整的时候，好多农民不理解，上不通。他们给我们说，我们把所有的地投种核桃红枣的话，我们吃的粮食怎么办？我们做大量的工作。要学学我们的要先学。我们鼓励农民在家养羊、养牛、养鸡，通过养殖来增收致富。刚开始的时候，中央依法杀绝，有的农民就把羊宰了吃了，还有一部分农民坚持了下来。我们这个日子，我家的老师会活，他父亲作为贫困户贷了50000块钱的贴息贷款，把贴息贷款用到这个地方。如果面对给他喷黄，一个普通户带动，一个贫困户，鼓励大家打工就业。现在线上的服务员、保安几乎都是我们嘉义乡农民。一开始出去工作，群众也有思想保护，没有出去过，语言也不通，没有职能。Ben buram da aile yazdım, evde oturup da ailemiz namrat yazdır. Da işkur, namratların işkurlaştığı siyasi yolu kurulgandan bu yan işlep maaşlı oldu. Gönüşen, kralı, toksik böyle setip aldık da işler. Şenze Cüze Sünli, Şengben de Seyfın Çan, Çaye Çan, Megül Hwajan Çan, Mugun Diyokı Çan, Dındın Şavşın Çiye, 起诉了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就业，这样就可以在这促进就业，既拉动乡里的经济，也帮助农民们增加收入。俺们这边没有设备，给没说过这些，也是政府那边办了个的，有设备，把有的时候现金没带回来。地基打牢了，房子才结实。基层干部付出多了。群众才拥护。今年全省有60多个农民自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我们农民种粮食有补贴，养鸡有补贴，农机有补贴，盖房子也有补贴，补保人员有低保，就业有医保，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还有免费注册和补餐。作为一名维吾尔族基层干部，要代表党和国家把好景色宣传下去，在基层落地开花结果，让百姓切实获得收益。我用3天时间把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写出至维吾尔族同胞决心书，发布在网上，让世界知道新疆今时的模样，还到田间地头去宣讲，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党和国家有多少好景色在南疆落地，要尽是党社革命族团结幸福的生活，感党恩，跟党做。